一口口你知道哪些呢？第八种，发红的大米。大米会变红是因为黄曲霉毒素，这玩意儿可是有剧毒的。等你发现米缸里的大米有一部分发红了，就证明所有的大米都不能吃了，因为霉菌已经疯狂生长蔓延，污染了所有的大米。只要大米暴露在空气中，在湿度和温度合适的情况下，就会变质发红。第七种，发红的甘蔗。一根看起来没点似的甘蔗，用刀削开之后，发现里面已经发红了，整根甘蔗都不要吃了，不是被病害就是腐坏变质了，过多的毒素产生，还会有三硝基丙酸出现，人吃了会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酸味，不听劝非要吃可能会食物中毒。第六种，发黄的核桃仁，存放时间太长受潮发霉的发黄核桃仁千万不要吃，这里面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摄入量过多会危害到人体器官，破坏人类的肝脏。要是好心给家里的老人送了核桃，可不要让他们舍不得吃，直到放坏了才去吃。第五种，发黄的银耳。北京一大妈在菜市场里买了几颗银耳，回家炖成了银耳汤，结果呕吐腹泻恶心的情况接踵而至。原来大妈买到了发黄的银耳，这家伙可是不良商家用硫酸熏蒸出来的，含有过高的二氧化硫，对人体是有害的。这几种变质或者没熟的食物千万不要吃。视频内容仅做科普，出现任何不适请在线下及时就医。第四种，发芽的绿土豆。辽宁锦州的吴女士和女儿以为把土豆发芽的部位挖掉炒熟了吃就没事了，结果吃完身体就不舒服了。要知道发芽的土豆整个都被高含量的毒性龙葵碱覆盖了。第三种，凉拌的木耳。浙江杭州一57岁大妈早上起来吃了一碗凉拌木耳，紧接着就上吐下泻到休克了，家人立马把精神恍惚的她送到了医院。原来长时间浸泡的木耳就算放到冰箱里也是会产生致命性米酵菌酸的。第二种，长黑点的白菜。东北一大爷酷爱吃白菜，突然一天腹部胀痛，难受的说不出话来，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大爷得了白菜病，原来是白菜上长了黑点，洗也洗不掉，大爷也舍不得扔掉。实际上这种白菜吃起来苦，还会产生有害的亚硝酸盐。第一种，不能吃的蚕豆。江西上饶一8岁小男孩吃了几粒妈妈给的蚕豆，一小会儿脸就变得苍白，皮肤出现了黄疸，紧接着开始呕吐，持续不断的咳嗽。要知道蚕豆变质或者没炒熟很容易引起过敏性溶血综合病症。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关注探索君，每天下午5点准时探索新知识。